剪刀石头布。玩游戏在行吗？厉害！我觉得我有热情，热情，我觉得有热情就足够了。那你记忆好吗？我记忆好，我真的很不好。真的？但我今天有感觉，有感觉。你什么感觉？有那个，你懂的。拔这个，你就好像踹它，90度，90度，90度，对对对，是踹。我有。对，再来。还是你往里面。哦，所以啊，就这边断。哦，好酷哦！哎，那个我们带着我来拔，我来那个。有天分哎！我怎么费这几下？额口内部不舒服。我希望丰田哥是第一个过来的，因为我还没有在综艺节目过打过人。这么高的话，我想一下。先打他后脑勺，往里打他后脑勺，然后这个是，他在看，再甩出去。那我刚刚的招式去打他，真的太可惜了吧！但是要打到他，我打到人了，我在往里面打到人了。孩子，脸那么脏啊！哎，你跌倒了吗？对，他跳。好，喷水，喷水。哦。如果你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吃，为什么在联谊啦？巧克力。巧克力。好，记起来。巧克力。没有，观众想知道，观众都知道了，对，观众都知道了，是你。舒华，你在韩国的时候会想念台湾吗？或者是家人？想念家人？会啊。多久一次？回来是不是？两年没有回来了。报告报告，我们在录影，他一直在接你的电话，没有挂掉。没有，你刚刚接。现在还在抢，我没有接，我没有接啊。因为他女儿一直要那个跟舒华的合照，因为舒华了，媒体没有这么多了。哎呦，好，那怎么样？我们就好，不要哭，哭什么？老三哭了，真的哭吗？好，我不会拖累他，我会加油。不要哭哦，舒华跟你说不要哭。麦考，麦考，麦考。真的在哭啊！好了，你有一点出息好不好？他们的新歌真的很好听，谢谢，我会努力的。